4000多年前了，国家正式设立机构，教化人民，从哪里教起呢？从怀孕教起，叫胎教，这是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。 根本的教育就是扎根的教育，从出胎到3岁这1000天，这是扎根教育。谁教的？母亲教的。所以在中国古礼，母亲就太伟大了。现在有很多人误会。 说这个女子在中国社会是被轻视的，大错特错，这不读书之过，冤枉了古人呐！中国对妇女这个教育，对妇女的重视超过男子。你看古礼里面讲的，丈夫，你能不尊敬你的妻子吗？你的妻子。 他的使命，是替你们这一家族养育下一代。你能不感恩吗？你能不尊敬吗？你不尊敬他，就是不孝父母，不孝祖宗。这话说的多重啊！对待你的儿女，儿女是你的祖宗接班人。 你见你的祖宗，他见你的，你要把他断掉之后，你的家后代就没有了。话说到这个地方啊，历史上都用周家的三太做榜样，三位大圣人呐，太姜、太任、太嗣。 太姜是文王的祖母，太任是文王的母亲，太姒是文王的夫人，叫三太呀。以后先生称妻子为太太，典故从这来的。太太是圣人。 他给你养的儿子，文王、武王、周公，都是孔子心目当中的一等的圣人。哪里来的？母亲教出来的。女子所负的这个责任，相夫教子。你家里头能不能出贤人？ 能不能出圣人，关键就在妇女。妇女的使命比男人的时候大的太多了。国家有圣贤从哪来的？母亲教出来的。